娘啊，把这间房都给你们收拾好了，今儿晚上你们就住这儿啊。来呀，娘，不行啊，娘您安排的可真周到。阿丽呀，你媳妇儿为你可吃了不少苦啊，你呀可得好好陪陪她。一定好好陪陪她。哎呦，好，大妹，踢得好。哎，娘，班主那还有事儿呢，我先忙去啊。哎呦，大美，大美，班主都跟我说了，今天晚上什么事儿不用你干。对对对对对，有什么事儿，小飞小白干去啊。娘，不行，来，不行，行，走啊。哎呦，我的娘哎，你怎么把我老婆让给皇上了呀？这可完了，皇上跟别人老婆入洞房了，老陆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，小兵，我再不来，我老婆成了皇妃了就。你把皇上当什么人了？你皇上什么人？皇上男人了，皇上什么人？我说你也不能这么说，哎，这事不能怨皇上，是你娘把他们两个推进去的。是啊，是啊，我看见了，是我娘。那我更得跟他说，这谁会打扰皇上？那不是你们的老婆，你当然不着急了，你们这。告诉他，我可是练功夫的，我可没那么好惹。这不是我要非得娶你当老婆的，这不是你们逼着我冒充吗？那你也不能跟着我进屋啊，出去。这我出去，我出去。阿丽，你想溜？没，我阿丽啊，你要是对不起大梅，娘第一个就饶不了你。没，我大梅好，你问他。大梅啊，他欺负没欺负你啊？娘没有，他挺好的。那我就放心了，进去，都给我进去。那进去，哎呦，进去！快，进来！哎呦，这，哎，听见没有？哎，这都是你娘干的好事。啊！我娘把皇上当成我了，可皇上他不能骗人的，他胡说，皇上没骗人，怎么没有骗人？皇上说好了，扮成我的朋友来看我娘的，哪知道他扮成我了，这不公平！哎，这事儿不能怨皇上，你要怨，哎，对了，要怨就得怨你老婆大梅，是大梅让皇上扮成你的，真的，真的，你敢肯定？我肯定，他说的没错，没错。我揍扁了他！我这，你放开我，揍他！我告诉你，我有眼，剪子刀可没眼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我们家老婆满屋都是，我哪能对你起歹心呢？就你这德行，还老婆满屋子呢？你别吹牛了，你！哎呦，看你说的，来，坐着，我不坐。哎呦，其实我有事想问你，你们这儿哪好玩啊？你想逛街啊？啊，八旗条街啊，想不通吧，真想不通啊。哎，我是对皇家有恩的人呢、啊皇家就这么报答我呀？哎呀，没事儿，你懂什么呀？你什么叫没事儿啊？你个太监你懂什么呀？孤男寡女干柴烈火，不出事儿才怪呢。哎，郎中大哥，这就算出事儿，那不是好事儿吗？哎，你看你们家大梅成皇妃，你也成了皇亲国戚了，这个对放屁。那怎么论辈啊？怎么论辈啊？以后我见了大梅还得下跪啊！我成什么了我？真是的呢！这别嚷嚷，小心搅着皇上春梦。对，春你个头啊！大梅，你们在哪儿啊？皇上不见了。那大梅呢？阿丽。皇上留的手机什么？他说他在哪儿了？八旗条街啊，带着我老婆逛街去了。哎，你别急，说不定给你老婆买珠宝去了。哎呀，大梅呀，你可千万别动心呢。这是皇上让咱通知何大人。哎呦，你看，你快回行宫啊，我们去找皇上去。哎，快快快！
去、啊、我回行宫，我老婆跟别人跑了，谁陪呀、啊？不行，我找大梅去。我去，你娘啊，我等你。你居然敢溜！你活腻歪了你！不是何大人，何大人嘞？皇上把我老婆给拐走了，何大人，你可要替我做主啊，何大人！行了，真是敝帚自珍。嗯，皇上三宫六院，轮也轮不到你的老婆呀、啊！哎呀，何大人嘞！哎，反正你们这儿多我一个不多，少我一个不少。啊，皇上现在正带着我老婆逛街呢，我得去找他吧。您要对我不放心，走吧，何大人，您跟我一块去找。行了，这是国家大事，是儿戏吗？嗯、啊，皇上有皇上的职责，你有你的岗位啊，必须各司其责，不能乱套。你，啊，皇上的责任就是陪着我老婆逛街呢，我的责任就是待这儿没事干，真是的。喂、你。行行行，我也是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听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庙里的菩萨见过吗？见过，那都是泥塑木雕的，成天就闲着。可是如果没有他们，那庙还成其为庙吗？哦，你的意思，我就是一个泥胎啊！你还别委屈，那是抬举你了。我告诉你啊，眼下皇上南巡。江南官民全都知道了，都想一睹龙颜。如果见不到皇上的话，那很可能就谣言四起，人心不安，那会是什么局面呢？你想过吗？何大人，所以现在就需要你这尊泥菩萨出面了。我再说一句，朝廷的事我不管这么多，我现在就想找回我老婆。哎，我现在就去见皇上。哎，何大人，您带着我去吧。看住他，别让他满世界出溜了。不，那如果他再溜呢？把他的腿砍了。啊，不，我不溜，何大人，您把我老婆给我带回来就行了啊。